王殿下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必须马上抓个男人回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我们是女神国的特使，我们要抓一个具有优良基因的好男人回去，为我们千千万万的姐妹们传宗接代。女神国？哦，你们这些禽兽，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儿，冲我来！你是谁？我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不认识他。飞碟，快逃！放开我，你这个白痴！东凯，听见没有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有病吧？你快进去躲躲！你要干嘛？我来告诉他们。你有病吧？开门！以为我会屈服吗？我出去！你这个白痴，是可杀不可辱。你们是不会得逞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抓你回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让我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陛下，男人抓回来了。放开我！来人了！救命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开始吧！你们这些禽兽，放开我！要杀要杀，随你们！你们这些禽兽，给你二个做饭的！还在呢，还在呢，还在呢！20年后，老子还是一条好汉！你们这些禽兽，救命啊！飞狼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做什么？让开点！让开点！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男人。那你们为什么不用纽加呢？纽加，纽加是最新潮的手机交友社区，你可以根据所在地、性别、距离等多种方式，快速的找到你心仪的对象。你可以跟他们聊天，互送礼物，随时了解他们的位置和状态，获得对方的好感后，就可以发起对话聊天了。谢谢你哦！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